個只係每晚恐怖在線嘅精華片段嚟嘅啫。如果你都想睇曬嘅話，就非常之咁簡單，可以參與我哋啦。月費計劃啦，可以上翻係 admanpoint.com、bigbigair.com 咁裏邊咧參與呢個月費計劃，聲音咧就係$30，視像嘅$40，如果加埋用 app 咧就係$50。好啦，至於話我唔想參加月費，想俾 cons 睇片集。就買編集都係可以嘅，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BigAir 嘅手機 app 嘅説話咧，咁你可以適隨轉變，中意編集咧就買 cons 睇啦。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為我嘅付費會員，你會睇得最多最恐怖嘅個案嘅。哇！今日就係同阿靚女影相啊，就係阿 Lina 啦。喂 ，Lina， 你幾多年嘅澳門小姐？怕不怕說啊？1992年。92年是吧？是啊。Okay， 你當時很小過你那時候。是吧？當時去玩一下是吧？叫做。當時去玩一下參加的。參加的。啊、okay， 嗯、好啦 ,92 年的澳門小姐。那、一直都在澳門生活啦，因為你是葡國人啦，是不是？是啦、但你陰陽眼是天生有的。其實我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即係我細個就聽我屋企人講，我係成日都會同塊鏡講嘢啊，又成日都會好似同人玩緊咁咯，咁但係冇噶嘛，咁但係到大大下就自己越嚟越會經常見到，已經慣曬咯。慣曬。後屘越大個就越習慣，而家已經習慣曬。你而家都仲見㗎係嘛？好似係。我而家都會㗎，而家都會見到嘅，但係而家大咗咧就冇以前細個咁驚咯，而家唔驚啦。是，因为惯晒啦，所有嘢都系咪？惯晒啦，佢哋会成日都喺你嘅余光嗰度出现嘅，即系眼嘅左右两边嗰个位置咁样擦，即系行过、经过、飘过、闪过咯。啊，即系你唔会正面见到嘅，好少嘅。好少噶，正面咧，以前十几岁嘅时候多，系啦，咁而家正面就少，都系即系眼佢哋讲系余光嗰啲侧面嗰个位置咯。侧边咁样吓，即系佢都唔想俾你正面见到，可能有啲吓。唔系，好快就闪过闪过咁。嗰只眼可能系佢接收嗰个光线啊，或者频率咧喺呢边比较咁啱喺侧边，容易啲。好啦，嗱，我今日你同我讲啦，你其实周围都见啦，咁但系特别有一个地方我哋好想知嘅啊，就系赌场啦。你做过好多赌场噶？我做过好多赌场噶啦，我喺赌场10年时间啦。咁旧式最早期以前未有赌牌开放嗰阵时啦，未有咁多赌场，得旧嗰间啦。咁嗰间又经常有啦。咁跟住到后屘新式赌场又经常见到啦。我做过4间赌场噶啦。好啦，咁嚟料咯，讲下啲坚嘢听下咯，嚟啦。好。咁讲啲印象深啲好嘛？好。咁趁师傅喺度，我都想师傅帮下我。咁咧，我经常翻工咧，特别翻夜更啦。咁我就成日都会见到有啲好似黑影咁样人形嘅、哦。咁但系咧，佢只脚就系离地嘅，佢就个背脊就黐住喺个墙嗰度嘅，就成个黑影人形咁样喺个墙身嗰度。咁呢啲就会经常嘅，但系就唔会接触到佢嘅，即系佢又唔会惹我，我又唔会同佢太多沟通，但系就系有时会闪过见到咯。咁但系讲举例咧，其实好多嘅，但系我讲举例最深印象一次啦。咁嗰次咧，我翻夜更啦。咁就嗰陣時，我係主任嚟㗎喇，咁就頂個裝殼埋台，準備收台啊，半夜4點，準備收台係3點幾，咁我坐喺張細台度啦，咁啊得我一個坐喺度。咁當時呢，我開始覺得個耳開始耳鳴啦，其實我經常接觸到佢哋嘅時候呢，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先耳鳴㗎喇，左耳鳴完就到右耳㗎喇，咁然之後開始就會覺得好凍啦，同埋開始有啲開始攰啦，好似中眼瞓咁樣，但其實你又唔係好眼瞓喎，但中眼瞓。咁嗰次印象好深咧，咁我就迷迷糊糊之際咧，我就見到個橙色衫嘅男士，佢當然唔會攞手拉張凳啦，但係你嗰、那個眼咧垂垂地嘅，我係垂垂地，因為有啲開始攰啦嘛，見到佢嘅時候，咁我就見到佢坐喺我個前邊，個台前，個手就好似想到，即係想買一口咁啦。系啦，想落注啦。咁当其时，我开头都估到系噶啦，因为咧，我每一次见到佢哋嘅时候咧，其实佢哋唔系好清晰噶，系好似咧我最深印象啦，就系、是、好似你平时系一个近视眼嘅人，但系唔系好深啊。你剥咗眼镜嗰种感觉，即系望到系有少少模模糊糊嘅，系啦，系有少少模模糊糊嘅，系啦。咁咧，佢就坐低。咁当其时，我就好细声先讲，我话收台啦，唔好意思。
咁跟住咧，嗰陣時嗰個人好似半夢半醒咁喎，又凍，鼻耳又明，個人又攰，嗰次係印象最深，因為好辛苦啊。咁跟住等咗一陣間，幾秒間啫，佢又嚟翻，嚇、啊、又嚟翻，又坐低，係、哦、啦。咁佢今次坐低唔同之前嗰次啦，嗰、那個煞氣重嗰啲啦，煞氣重嗰啲啦。咁跟住佢又坐低，咁今次。咁我就以前不嬲都唔识嘅，师傅都可以指教一下、嗯。我以前不嬲都唔识嘅，见到佢哋咪恶咯，谂住恶佢哋会走嘅啦嘛。咁、嗯、嗰次我就恶少少啦，第二次我过主啦，收台啦。咁跟住佢又起身走咗，但你望到佢系好似闪下闪下咁样起身，但系即系点讲咧？闪下闪下闪下，即系唔系好清晰嘅。哦、嗯，跟住又隔咗一阵间，又系数秒间啫。今次我感觉咧，佢、嗯、坐低系我。好强烈感觉啦，佢系好恶，有啲恶意啦，坐低，跟住就开始佢头有少少望住我啦、哦，但系啲眼耳口鼻系即系好模糊噶，你睇唔清楚噶，佢、嗯、就望住我，咁跟住佢嘅手就好快咁伸出嚟，好似想买咁、嗯，我就好嬲啦，我都叫佢过主咯，兜台啊，阻住人收工，搞错啊，嗯，其实我好惊啊，讲呢番说话嘅时候，但系真系个人好辛苦攰到，咁点知佢就冇咗啦，跟住就冇见到。咁然之後，我枕住嗰兩日，我都好唔舒服，即係個人都好辛苦，又有啲低燒，又唔係好舒服咁樣咯。嗰次係比較對身體有少少，即係傷害性嘅咯。嗯